你的ETF個股推介就是歐舒丹973嘅。咁《經濟日報》嘅投資熱話組啦，揀選原因咧就係內地加強監管啦，新經濟股持續下跌，大市風險未除，咁投資策略適宜咧係轉趨審慎，建議關注呢績優股、高息防守股。咁股份係睇好歐舒丹。咁就話截至到三月底嘅年度啦，歐舒丹嘅純利升超過36%啦，去到1億5700萬歐元嘅，咁實現咗有史以嚟高位啊。咁主要咧因為全球嘅線上渠道銷售持續增長啦。而高利润率的品牌表现优异推动，毛利率是按年提高 1.4%，去到83%。而期内的经营利润率就由 11.4% 提升去到 14.3%。策略上建议是